拳头大小的海螺，你吃过吗？吃个大海螺，没有一斤，7到8两。别断啊，别断，别断啊。关键的时候还得上手啊。哎呀，公的海螺。一定要，朋友记好了，黑色的地方是它的苦胆，不要吃，这个地方是它的肝，也给它摘掉。哎，记住了，剩下的这个肉啊和这个膏都可以吃。嘿嘿，红色也尝尝，老香了。白花花的嫩肉，